没有想到连我家放的烟花还会比在 Auckland 放的还要大。我相信全部人都曾经有一段时期，这个时期的 life 是很简单的。小布布，你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的，我陪你。来，不要打。来，宝宝来，去妹妹，去疼妹妹。为什么我的脚好痛？你这脚痛啊？从2005到2006，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过着虽然平淡，可是现在看回去却很珍贵的生活。我们上20 ，OK， 谷歌，让我谷歌一下帮你找。之后大家因为读书还是做工的关系。又加上 COVID lockdown 这东西，我们四个同时在一个地方的时间是少了很多，所以我相信这次新年全部人回来，大家都蛮期待的。喂，给我下！你不要问我过正，不要，我不能动，谁都不能动。我不这样啊，我上这个，我上去，然后等一下，你进来哦。Get the fuck out！我去。我的手机，我回来第一天就是这样子过了。来，今天晚上买衣服。我这个图案。没有照片。我觉得我们分开蛮久一下，可是感情其实没有什么变到了。能够陪他们这样过过日子，我其实已经开心了。在我妹的生日会上，又让我感觉到时间过得真的超快的。你叫金，我 ，Yeah， Where are you right now？ Tell me。啊 ，Don't even know where。哪在？你们在录音？阿妈，我想问你，阿妈觉得京都是怎样的地方？很好啊。你小心啊！哎，这个建筑实在是做的很确实，又是房地震啊！阿妈，我觉得你的语气真的是很专业啊！当然是专业了。那你，不过不管他长得多大，他在我们家人心中还是那个整天需要被照顾的小妹。我不可以喝了呀！我这里叫不了你。可惜。No.
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这样讲过。来，开饭了啊！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不一定是你的 chosen family。我才发现到，原来自己是多么的幸运。会黑，年年数。如果真的有前世来世这种东西，我都会选择他们做我的家人。